场的主人们，大家午安。然后发现在六楼的场地也还不错，还蛮多年轻人的，蛮多年轻人的，大小可以一起参与哦。在排队参与电竞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可以顺便欣赏我们难得一见的演出。我们是来自高雄的阅读女仆咖啡厅，有来过高雄的主人们，同圈子的主人们，应该对阅读这个名字应该有蛮有印象的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带来快闪表演，早场的曲目的话呢，敬请期待，请留在原地不要移动哦，因为我们表演完后还会有小惊喜。接下来，现在12点的表演即将就要开始哦，请各位主人们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因为我们是剩下倒数一周了，剩下倒数一周了，远从高雄上来，请不要错过机会，来往这边靠拢哦，谢谢。我们等一下带来的第一首曲目呢，是非常耳熟能详的，惊喜都会放在最后一周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的铺梗，请要记得，要记得，包含一些那种最耳熟能详的动作，还有一些在一些语言，要记得哦，因为后面会有小惊喜，铺梗在最后面。好的，我们12点整的表演，现在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开始喽。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阵容，耶！今天有新面孔，今天有新面孔，再一次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来自高雄的阅读女仆咖啡厅。在三创生活园区为各位主人带来的是演艺表演的形态，接下来马上就要出演咯，各位主人，你们的摄录影机准备好了吗？你们的双手掌声鼓励好了吗？有没有吃早餐？对，就是我们也好想睡觉，我们要订奶要吃早餐，因为十二点开始，等一下吃完呢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？明明说的，明明说的，好，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先从那边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悠悠咖喱尤卡里。尤卡里。安静。大家好，我是西，今天是梦寐以求的女明星，请多多指教。耶。大家好，我是蛙吉，青蛙的蛙，吉祥的吉，然后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这两位是八月限定的，尤其是他只会出现今天和明天，是吧？两天限定哦。这两天，这两天真的是从高雄上来的，这两只。好的，那我就不用介绍了，耶。好的，我是动作总是慢半拍的明明，谢谢。然后旁边有小朋友，妈妈和家的和家大小一起的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羞，欢迎一起加入，一起往前，可以坐在地上看我们演出哦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带来的舞曲是非常耳熟能详的，要记得哦，我们的惊喜都放在最后面，从现在就要开始记得了。对，那第一首的曲目现在马上开始。那相信刚才音乐一直在放的时候，主人们都已经有点猜到了是哪一首歌，那到时候某一个关键词的时候，也请主人们一起大声喊出来哦。我们现在在六楼的场地了，对主人们的好处是我们完全没有遮蔽的，哈哈哈哈，所以主人们都猜到可能要我们要干嘛。好的，那我们表演马上就要开始哦。
把市长头发都。又坏。接下来带来的曲目呢，今天难得有三人组搭档哦，之前都没有呢，之前都是只有两个人，所以今天呢阵容会比较齐全一点。
这次我们曾经在一楼也有表演过，昨天也有，昨天是个人秀，但今天三人组的话会有点变化，对，一点点点点点的变化而已，对。那主人可以上网搜寻 YouTube Candy Star， 我们曾经有表演过，很多的舞曲呢，我们都是自学的，那或者是出自于 Candy Star 的成员们的功劳。好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第二首曲目马上就开始，不要走开哦，我们表演结束后还有小惊喜哦，谢谢。
时间。好。再次介绍一下，我们是来自高雄的阅读女仆咖啡厅。接下来的表演还有哦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几，周末的话没有加码演出，是整个有五个时段哦，没有错。下一场的表演者一样在六楼这个地方2点整与大家见面。啊，我刚刚说有小惊喜对不对？在小惊喜之前，我们先要来个很特别的，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的特别的四杯小一下。开始是 Mando 女仆日文教室，耶耶。我们把大剧拿过来。原来那个板子是这样，别的地方看不到的。板子是楼。哎呦，再有了脸就被打为什么要做日语教室呢？因为不要忘了，我说我们剩下倒数一周，下周六日是我们在台北三创园区与各位主人见面的最后机会了，压轴在这边，所以现在要先教学一下，之后呢就会有个非常史无前例的惊喜，目前还没有真人上演过，而且还是女仆版的。那各位，他们在我们在后台都已经看过道具了，其实我们还蛮制作的蛮可爱的，是吗？是非常非常可爱的。对，所以要期待一下我们倒数最后一周13和14号哦。那一样，我们每天的成员都会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带来的都不一样。好，现在我废话太多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马上先来一段。等一下会举高高让各位看看，我要现场写。何も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可以的。全然見えないです。何も出ない。来，我们先举高高，各位主人看一下，有没有主人会念？不会，这些摇头的一定都会有来的，不会，这些摇头的一定都会。我那边就有复习，对，来这边是何も言ってない。中文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看到哪里？南尼汉字是河嘛？南尼摩就是什么都的意思，什么都奈奈。在看日剧、日本动画都很常看到，漫画也是奈，就是没有。所以这句话拼起来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或是什么都没有放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。要记得哦，因为我们下一周会有铺梗，史无前例，没有真人秀过，会用得到。好，对。哎，请主人附送一次好吗？请主人一起念一次，一二三，南无伊德奈。有没有主人知道我的梗是什么啦？这三天这样下来，都还是不知道吗？太好了，这样也非常好，我们有个 surprise。对，接下来这一句来，继续第二句，比较短短的，短短一点，要小心。
不是精华的，它两个精华的。废话。Surprise！ 什么意思？我看到那影，我听到后面传来的声响。我看到那影，井嘎嘎，我有听到主人在后面念啊，所以主人其实都看得懂啊。主人其实，因为会在这个楼层逛，我相信大概圈内的应该都很多，对啊。来，这个叫，这是片假名嘛，哈，萨普拉艺术，很清楚了，很清楚了。就是英文的 surprise 惊喜，其实这样子还不知道吗？这样子的梗还不知道吗？可能因为没有真人秀出过，这样子的梗应该有比较敏感的主人有可能会知道我们要干嘛，后面的惊喜桥段。对，好，先记得这两句哦，我们后面还有都比较简单，就最长的就这两句了，最长的就这两句，后面都是短短的。先记得，那你们一定来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我们现在都消失了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还有这个 surprise， 例如说我们跳一跳，有人裙子掉下来，哇 ，surprise！ 好，那我们的 Mandol 日语小教室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记得我们倒数最后一周13号。13号，我这直接讲出来了。13号，晚上，对，请要过来哦。没有人，没有真人秀出过，而且还是妹斗版的。妹斗版，妹斗就是女仆版本。我们也要给 Hinako 一个大惊喜。我们也要给 Hinako 一个大惊喜。好的，那以下的就到这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本来想要发奖品的，如果有人走光光了呢，啊，真是难过啊，奖品就不用发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有没有人有那个？有没有人是妹控啊？还是有女朋友啊？小朋友啊，对啊。我们先开放一题好了，哎，我们要说到做到，我们是真的有准备小礼物了，不是在讲，不是 uso de show 的，在我的袋里。是的，那个小礼物就是非常的适合每个人使用哦。那后面小朋友也不要害羞，我们也可以靠近一点。我们这么讲是有用意的，小朋友不要错过了，因为我们的姐姐们、姐姐阿姨们到八月就会消失了呢，就要到南部才看得到了。没有，不是阿姨，是永远的。姐姐阿姨，哦，对，我们是姐姐，我们是姐姐，我们是永远的十八岁。我们是妹妹，好吗，妹妹？来，把握机会，要把握机会哦！主人们很大方，把我们机会要那个，要秀给妹妹们，嗯。那我们要出一个最简单的题，放送题。那先让大家看一下小惊喜是什么。这个小礼物是女仆手做的哦，是手做的。这边都是纯手做、纯手工的，而且是非常适合所有的人使用。我们也可以拿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而且纯也说看到很想要，尤其是这个有点有卡里，他喜欢某个。有人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吗？看得出来吗？紫色啊，服装看得出来。是啊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翻到另外一面，因为另外一面呢，就直接让你们就知道是什么礼物了。然后这个要叫惊喜，拿到呢翻过来就知道是什么了，保证会喜欢。所以我刚刚有问说有没有人是妹控啊？有没有小妹子啊？有没有女朋友的啊？有没有心爱的小女仆支持中心的人？七夕快到了，可以趁这个时候。我们的题目要开放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先出一份礼物，那稍晚的表演活动也会陆续的出现。送，好。
OK 啊 OK OK。那现在的简单的题目就是我们用尤卡里来出好了。好的。我们这都没有排过，不知道出什么题目对。那我们是来自哪里的什么东西？还要这样的倒数，要来，我们还一二三再举起来。这边要把握机会了，新来的，要把握机会，很简单，有没有手上来拿答案呢？是的，那我们要倒数三秒钟就我们会公平的，第一个举起来的我们就给了，第一个举起来的哦。啊，如果有同时举起来，请自己在旁边猜拳打一架再回来。稍后就是请新跟妈吉选出那位举手最快的主人，陈守正。很可爱的女仆限定小小东西小惊喜。那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是来自哪里的什么东西，我们是来自哪里的，然后什么名称的店面。好，大家都记得答案了哦。那我要开始喊一二三，三的时候就一起举起来。一二三蛮好，一二三蛮好，没有问题。那要开始最快的那个哈。是的。啊，倒数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还有啊，前面有，前面有，不然我们看不到啊。好的呢，开始咯，倒数，一、二、二点五，二点六，三。我靠！我靠！怎么办？好对啊！因为刚刚太快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决定这一节就送加码，送两个，对，送两个。那我们先给小妹妹一个机会，因为妈妈刚刚就在 stand by 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有一个哦。那为了公平起见呢，我们用，我们就直接讲，因为其实正面看不太出来了，用抽的，用抽的。这样正面看不出来是什么礼物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己用抽的啊，哈，这样公平起见，正面看不出来哦。好，那我们欢迎，用抽的，用抽的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谢谢。耶！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我们答案才对的。放松了太明显了。妈妈一起回答。好可爱的声音啊！这四位啊，声音最甜美的就是尤卡里，没想到还有一个比他更猛的。对啊，好，那我刚刚还有看到另外一位主人的那个手也举得非常快，其实都好快眼花了。那就要直接选吗？还是要再直接选吗？还是再一次啊？猜拳吗？好，猜拳呢、啊？怎么猜？跟谁猜？跟女仆猜。好，那开始喽。怎么猜？就是一直猜到就最后一个，猜到剩一个人，赢、嗯、的。对，可是我要从日本不是会有第一个就是先出布，然后再出一次嘛？还是我就直接出台湾一般的？好，台湾的就好了。好，开始喽！好，开始喽！剪刀石头布，是吧？继续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要出，剪刀石头布，主要先说出我们是什么？
然后纯阅读女仆咖啡。耶！谢谢大家，拿到都要马上使用。后面不要错过我们惊喜，还有哦，一样有有奖。对，那最精彩的不要忘了，我们刚刚日语小教学会用在倒数第一天、第二天的13、14号晚上，不要错过哦。因为成员们也是非常有趣的成员。